如果我说这个巴掌大小的迷你主机可以 1080p 玩各种网游，甚至挑战 3A 大作，你信不信？且它的准系统价格只需要3000，说一句不过分的话，它的性能甚至能和3000价位的台式机扳一扳手腕。搭载 AMD Zen 4架构 R9 7940HS 处理器，8核16线程，开启性能模式 R20 多核跑分可达6800，超越台式机 F13400F 的6000分。而最重要的是，就是集成 780M 核显，搭配双通道 DDR5 5600兆赫兹内存 ，TimeSpy 显卡分来到2800，已经超越了 GTX 1050钛独显。那么游戏性能如何呢？直接原神启动，可以看到 1080p 高画质跑满60帧的情况下， GPU 占用率只有70%多， CSGO 撸啊撸这种游戏就不用说了，哪怕 2K 分辨率也能轻松100帧以上。它可以以 1080p 低画质下60帧以上运行大表哥2，极限竞速地平线5，甚至2077也有50到60帧，而且你还能小超频一下，将 TimeSpy 跑分拉到3000左右，此时已接近笔记本 GTX 1650性能。如果你经常玩的游戏就是网游，预算较低，不想配台式，它完全可以满足需求，价格不贵，放包里就走，接显示器或者电视就能用，确实很不错。